这边有沙袋鼠哦，哎呦，袋鼠好可爱哦，哎，很近呢。新加坡夜间动物园的营业时间到半夜12点，所以这边就有一个类似于美食区。 超酷的，我们要到今天最令人期待的夜间动物园。等一下，动物园会是猫猫在这里，保住奶油。哎，这个夜间动物园，我觉得真的超酷，而且刚刚进来的时候很有氛围，它的灯光。我们现在要先排队进场，然后待会好像有游园列车可以搭，还有那个萤火的表演。 期待人超多的，所以大家那个最好一开门的时候就过来。对，它是7点钟开园，然后如果是事先订票的朋友啊，它有分指定时间入场跟不指定时间入场，因为它要那个分散人流嘛。然后指定时间入场的话，就是你一定要在你指定的时间提前先来这边做准备，对，因为错过可能就会没办法入场。 妈妈，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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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
那个车子来的速度其实很快，所以消化人流的部分我觉得做得还蛮好的，不然那个人真的炸多。我们现在要坐游园列车准备出发了，好，仔仔启动启动。现在画面完全就是黑的，哦，冲刺了。他们角度很长，对不对？讲好长的，我听好长，对不对？我也教好，我的教练。你的教很长哦。哦，好长啊。列车的前方一样有那个耳机孔，可以插上自己的耳机，然后选择自己的国家的语言，然后听导览做翻译。但我觉得真的没有戴耳机也没有关系，因为我觉得沿途直接用肉眼，然后还有感受去体验这整个活动还有氛围，我觉得就是很棒的一件事情。哎，我等下我想下去走哎。可以啊，我们看完表演，我们讲步行的路线有四条，撇除这一条以外。Why9:30 我们刚刚期待已久的那个夜间精灵的动物表演，然后刚才在节目开始前五分钟突然被告知取消了，然后我们后来问那个这边的服务人员说为什么，原因就是因为下雨，所以现在开放预约那个9:30。然后我刚刚问请教他说如果9:30又下雨怎么办，他说再延到10:30，所以要看到这个表演好像也不是那么容易。那我们现在来想想说目前有什么其他对策。因为新加坡夜间动物园的营业时间到12:00，所以这边就有一个类似于美食区的部分，是给大家享用宵夜的地方。那我看了一下那个，我觉得料理的选择超级多，而且这边气氛很棒，哎，很 chill 哦。豆子是我自己给他们的，好，给他们用。iPad 是我自己的。好。啊，不是。
你笑什么笑？笑点什么？啊，这个是你的爸爸，要吃白饭，还有蛋蛋，还有蛋蛋，还有豆豆。它身上两个地方有咸蛋。跟他介绍这里啦，两颗啊，有没有看到？有两颗，两颗咸蛋放这里。这边有沙袋鼠哦，这边步行这样很不错哦。对啊，我觉得他们没有来蛮可惜。对啊，跟我想象不一样，不是那种荒凉的动物园，走在马路上。我帮我爸爸。沙袋鼠去，哎呦，袋鼠好可爱哦。欸、很近哎、欸，仔仔它是可爱的，它不是凶的。那旁边有一只哎、欸，哇，好多只哦、喔，有几只？哇，这个沙袋鼠区可以跟袋鼠蛮近距离的接触哎、欸。沙袋鼠的体型很小，我觉得跟那个小狗狗的 size 差不多。沙袋鼠还有猫头鹰、马来亚虎，它那边写不能拍照。他说可以拍，不能用闪光灯。因为会亮到，会吓到那些动物。哦，他走过来了。来了，他来找我们了。哦，好漂亮哦，萤火好漂亮。哇，那个斑纹很美。哇，很美哦。那你知道谁舒服吗？对啊。红萝卜舒服。哇，很美。很美。我看你知道啊。知道吗？你属猪啊？他爸爸呢？他属的。属龙啦！现在是10:15，然后我们要赶去那个10:30的夜间动物表演。我们已经从预约8:30，然后因为下雨被取消，然后再预约9:30又下雨被取消，这是10:30，是最后机会，不知道会不会成功。我觉得没看到这个超可惜的。这个算是夜间动物园的经典活动，好期待！帮我们看是不是没有雨的，但是因为前两场其实也是只有下那种几滴雨，它也是在最后一刻取消，所以现在有点惊险。来，三次终于来到的地方。对。This is your exiting gate. Thank you for your cooperation. 妹妹。Then the also 我们已经到表演舞台，而且所有观众都就定位了，真的就是在最后一刻，又因为开始有点微微的雨，然后取消了，真的太可惜了。人生就是这样子，没有什么事情都可以顺我们的意的。仔仔，仔仔，我们等以后那个红萝卜长大一点再来一次好不好？要吗？好、啊。如果是下雨天动不出来，它会淋湿，对不对？嗯。那我们就让它回家休息了。三度取消的表演。See you again now.